王威信宇，系多谢主席。我开头咧就听到专用通道咧，我以为系因为国内嗰架火车咧真系好快，就唔可以咧喺中间度停一停。咁但系我睇翻附录 E 咧，头先阿李月文都指出咗，就系、是、或者大家都可以睇下附录 E。其实咧，我睇到龙华站咧，同福田站嘅距离咧就真系好短。咁咧，你見到龍華站呢，其實如果譬如話咁講，福田站、虎門站、石壁站，咁呢幾個站其實係散得好開。點解國內都特登喺龍華度設一個站呢？好明顯你見到幅圖呢，佢係為咗接駁有一條鐵路。咁點解國內可以做啲咁嘅嘢，點解可以照顧到呢條鐵路，但係我哋唔可以照顧譬如西鐵啊同錦上路嗰度有個交匯站呢？即係呢個係我好奇怪嘅地方。咁就大家再比較一下，如果即係就咁肉肉咬啦，唔使搵間尺度，龍華站同福田站嘅距離呢就一定比呢個福田，如果我哋假設喺錦上路整個站呢，我相信西九龍站同錦上路站或者錦上路站同福田站嗰個距離呢都一定會長過福田站同龍華站嘅距離嘅。咁所以我唔理解呢點解唔可以設一個站喺錦上路站。咁當然啦，如果你設有錦上路站，我相信呢係會慢咗，因為部車呢可能要停一停。但係其實香港人即係講真啲時間控制好好㗎，塞車都慣咗，其實而家已經係快好多。咁你話嘩，如果係嘥咗五分鐘可以就埋新界西啲居民何樂而不為呢？五分鐘我諗就算十分鐘係，我諗都係一個整體去睇呢，整個社會會喺個經濟即係呢個成本效益度好過你再去特登起一個北環線。即係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唔可以參考國內嘅做法，就一定要用一個專用通道直接去到福田。呢個係我嘅意見，唔該。好。